如果你的私人世界加入了陌生玩家，请不要再继续玩下去了。事情起因是这样的，玩家刚加入自己的私人世界后，就看到了一个陌生玩家出现在自己的世界中。玩家本能的来到了这个陌生玩家的面前，试图与他交流，而且他的名字玩家也看不太懂。很快这个陌生玩家就回复了玩家的消息，玩家随后询问他是谁。这个陌生玩家向玩家介绍了自己的名字，他说他叫彪马甜甜圈，玩家听后也向他介绍了自己，两人就这样认识了。玩家觉得自己的私人世界能加入陌生玩家，他很开心，这样自己就不孤独了。随后两个人便开始了一起游玩，玩家撸了一会儿木头后，便在消息框邀请一起来搭建住所，而这个陌生玩家也爽快地答应了。两人各自告知了对方自己拥有木头的数量，好像还不够。随后两人又继续撸了一些木头后，便选了一块区域开始搭建他们的住所。通过聊天后得知这个陌生玩家很擅长建筑，所以玩家很开心，因为玩家自己也是一个 MC 建筑达人。正当两人准备开始搭建住所时，玩家突然临时有事，就先退出去了一会儿。十分钟后再次加进来时，世界内已经是黑夜，而那个陌生玩家依然在世界中。由于是夜晚，所以二人需要尽快制作木床度过黑夜，等天亮了再搭建住所。很快十分钟又过去了，两个人的温馨小家也搭建完毕。玩家又突然尿急，他挂机了一会儿。当他再次回来时，一转头的功夫，自己身后竟然站着一个让自己毛骨悚然的东西。那是什么？通过放慢画面可以看到，这正是之前那个陌生玩家，只不过他怎么变成这副模样，并且当着玩家的面瞬间消失。玩家开始慌了，他不停地在消息框询问，很快这个陌生玩家就回复了他。他告诉玩家自己就在住所外，但玩家出去查看了一番后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。随后玩家再次返回住所，接着消息框又弹出了那个陌生玩家的消息，这次他告诉玩家他在住所内。玩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下一秒回头果然他再次出现了。到此结束，本期是有关 The Wendigo 的视频。视频的开始，玩家一心在撸着树木，他丝毫不知道接下来在自己的世界中会发生什么。他只想尽快的搞到大量的木材，接着挑选一处合适的区域搭建自己的住所。大约两分钟后，玩家正在寻找适合搭建住所的地方，可突然他在不远处的雾气中看到了一个身影。那是什么？像是什么生物。随即那个物体便快速消失，玩家本能地朝着那个物体出现的方向赶了过去，但过来后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玩家不确定是不是自己看错了，但是在附近寻找了一番后并没有发现什么生物出没，玩家觉得可能是自己眼花了，于是他没有过多的在意。接下来他便来到了矿洞中挖矿，他找到了许多待开采的铁矿，将它们一一挖掘后，他满意的打算离开。这漆黑的矿洞，他是一刻都不想多待了。上到地面时，世界内已经进入了黄昏，马上就要进入黑夜了。玩家必须尽快的搭建自己的住所，因为夜晚的 MC 世界是极其的危险的。但很快，那个诡异的物体又出没了，就在不远处。玩家看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，此时他的内心已经有些紧张了。他思索了片刻后，决定先放下手头搭建住所的工作，他要弄清楚那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。可跑过去一番查看后，什么也没有。玩家再次返回了住所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迅速的合成了铁剑，接着迅速的完善住所。但是很显然，他白天收集的木头不够，他只得一边搭建一边继续去撸树。大约十分钟后，玩家的住所已经搭建的差不多了，而此时世界内的天色也渐渐破晓，玩家站在住所内静静地等待着太阳公公升起。可是越等越不对劲，怎么月亮又突然重新升起了？什么情况？当玩家再次出来查看时，他彻底慌了，月亮怎么变成了这样？下一秒回头，那个熟悉的物体再次出现。玩家已经顾不得思考太多，他本能地开始逃跑。跑了没一会儿后，当他再次查看天空时，他发现月亮的颜色竟然是猩红的。这种情况他还是头一次遇到，他此刻已经紧张的眼泪都快从嘴角流了出来。当下他只有一个想法，那就是跑。又跑了一会儿后，他来到了一处雪山顶，本以为就此安全的他，突然下一秒身后传来了一声诡异的叫声，接着玩家不安地转过身去，那个温迪狗出现了。故事到此结束。小伙伴们，本期视频就到这儿。那啥，都看到这儿了，还没有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加收藏的，哎，你们懂我意思吧？麻烦这次一定好。